Hello， 今天是我们挑战十天暴瘦二十斤的第四天，话不多说，先上个秤。一上秤我就带出61.4，我真的怀疑我家秤坏了。我刚才称了十几遍，确确实实今天又瘦了2斤，又瘦了2斤。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我的肚子、我的大腿，包括我的胳膊、我的脸都小了一圈。我真的每天收到大量的反馈啊，你们给我说瘦了多少，瘦了1斤的，瘦了2斤，瘦了3斤的，我真的超级超级的开心。这说明你们跟着我的饮食和运动去做的话，是跟我打卡是超级有效果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我看哪位小宝宝还在那里光躺着收藏，光看不练呢？赶紧动起来，加油！开合跳20秒五组，核心收紧，前脚掌着地。胯下击掌30秒五组，核心收紧，双臂打开。深蹲跳20秒五组，腰背挺直，膝盖不要内扣。提膝下压30秒五组，腹部核心收紧。俯身侧抬腿20秒五组，这个动作有点累，加油。腹部拉伸20秒，背部拉伸20秒，臀大肌拉伸20秒，大腿前侧拉伸20秒，最后附上我的食谱，加油。抖音。